题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要你出场啦，我们马吉要脱音喽。虽然也有不安，可是对我们家来说算是一个蛮大的新开始。为什么说是不安呢？因为我在追踪我们的大家可能会常看到我说马吉是一个非常非常讨厌喝奶的小孩，他从出生就一直喝奶，就是喝的算蛮不好的，像一般小朋友可能一餐可以喝到180到200，马吉大概只喝个20这种感觉，所以就是照顾起来还蛮辛苦的。然后因为文当他的妈妈之前是保育室，然后再加上说我朋友很多都跟我说，如果小朋友不喝奶奶的话呢，就是保育员真的会放置，因为他们就是集团生活嘛，然后又有很多小朋友要顾，所以没办法就是像我们这样子一对一这样对他。所以文当妈妈跟我说，一开始马吉的体重呢一定会轻很多，但是只要跨越了这一段就会很顺利。其实要不要送保育员这件事情，我们家真的是烦恼蛮久的。其实一开始真的是想自己带啦，可是因为我跟文当都有在工作，虽然我的工作比较多是自己在家里可以解决的，可是实际上要边顾小孩子边工作还是蛮困难的。这个也是我自己有吓到的地方我在生小孩之前，我真的没有想到一打一是一件这么困难的事情。我以为可以非常完美的边工作边照顾小孩，就发现完全不行，甚至连好好坐下来专注个10分钟都没办法。所以顾马吉的时候呢，其实都很难专心工作，几乎都是要等到他睡着了晚上，我才可以专心处理我的工作。那这个就其实有点恶性循环啦，因为我工作如果没有好好的处理好的话，我就会心情上也比较没有余裕来面对他，我觉得给他的陪伴品质其实就没有很好，那这一点是我自己还蛮在意的。再加上说马吉不喝奶，所以照顾起来的也是有点辛苦。那跟很多人讨论之后呢，就是也都是建议我们可以抽脱衣嘛，那就是很幸运的抽中了。其实真的去了超多地方参观的，去见学脱衣都可以参观嘛，那我们真的去了很多，有政府的跟不是政府的都有去，那就很幸运的马吉可以去脱衣啦，耶、yeah! 我们这里呢那我们这里呢已经接到通知了，那接下来呢就是要去保育员那里拿资料，还有面谈，就带着宝宝去给保育员的来看一下，还有要去小儿科做身体健康检查，确定宝宝的状态之后才能入园。那接下来也还蛮忙的，因为有这么多事情要做嘛，然后还要去买一些保育员必须要用的东西。虽然要做的事情也很多，可是对我们家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进展耶、yeah! 对不对宝贝？你说你保育员可以适应的好吗？希望你保育员可以顺顺利利的，对不对宝贝？接下来感觉就要这过个蜡笔小新很像的那种生活，也是很期待。我不知道台湾的脱衣是怎么样，但是日本一开始呢，他们有一个叫做ナラシホイグ，叫做习惯保育，就是从一开始只放1小时、2小时、3小时，慢慢增加，慢慢增加，要让小朋友习惯嘛。所以呢，接下来马吉呢，他也会去那个ナラシホイグ。所以其实在这个月份一开始呢，真的就是1小时、2小时、1小时、2小时这样子。我去参观保育员的时候，我跟老师说马吉他比较不喝奶，所以老师有说那ナラシホイグ的时间呢可能会拉长一点点，因为主要是怕小朋友不喝奶啊，就是营养不良，所以也是希望让马吉慢慢习惯。你会顺顺利利吗宝贝？有没有好紧张啊？我是一个要去上保育员的宝贝，那真的就是希望马吉呢顺顺利利，这样我可以专心的处理工作，把马吉接回来的时候呢，也才可以好好的全心陪伴他。马吉もね、いろんな世界をこれから知ってもらわないと。ね、まあでも緊張もあるよね。うん、持ち的にもね、いろんな刺激になって、いい成長になるかなと思いま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买一些保育员需要的东西。然后接下来就准备马吉要去上课喽。一番なんか心配なのは病気だよね。对啊，大家说去保育园之后就很容易会生病，就虽然会很容易生病，可是早一点更新病毒嘛，有免疫力也是好事啊，就大家都这样讲。那走吧。我们来吃三妈咖啡，他们的巧克力可颂超好吃的。那现在呢，他们有出25周年限定的救急巧克力可颂。好吃。嗯。やばいやばいやばい。あれびっくりした。
我们现在来西松屋买麻吉要带去保育园的东西，那老师有说要买哈巴吉。このお化け可愛いよね。ね、好可爱哦！可是它是80公分的麻吉，才70。因为我朋友说保育园他们更换衣服会更换的快，而且非常的容易弄脏，所以在西松屋买一些便宜的，很够用就好了。まああと保育園って結構着替えさせてくれるみたいだから、たくさんあっていいかもしれないね。其实老师呢是有准备一份清单给我们，说要买什么。那因为马吉是零岁的关系，他也没有需要这么多东西，大概就是衣服，然后还有玩水的帽子跟毛巾那些东西。再大一点的小朋友可能就会需要水壶。睡觉，睡得好舒服哦。还好他睡觉，我们才可以慢慢挑。こういう粘住素材だね。メッシュだね。メッシュの方がいいなと思って。尿布、奶粉、奶瓶那些是保育员会准备，是我们不用再另外自己弄。除了买保育员的东西之外呢，我们家现在丢尿布用的垃圾袋也快没了，所以也买一个。我们是用这个牌子的，它这个真的还不错，绑起来之后真的都没有味道。保育園ってどんな服みんな着させてるんだろうね。確かに、まあでもみんなやっぱり汚れやすいから西松屋が多いんじゃない？ああ。コスパがいいのよ。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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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愛いしいいよね。見て、餅の顔。え？何の話？怎么吓到啦？你在想什么呀？好可爱哦！要去上学很紧张吗？因为保育员有说要帮马吉准备帽子，然后他们有说这个地方呢，要像这样子的橡皮筋，不能是布的。然后我们现在看，好像就有这一款是目前符合马吉的头型。够、哦，如何？可以呀，紳士っぽい。这个有点，クリ，有点微妙。クリっぽい。さっきのにしようか。了解。那我们来这个。好便宜哦。哇哦，700元。便宜赞。那我们现在买最重要的衣服。西松木真的是太便宜了。哇，これかわいい。ルーちゃん好きそう。でも80だね。70あるよ。こっち。かわいい。しかも半袖だし。ね。これ欲しいな。欲しいんだ。And I would live a million lonely lifetimes if I knew I could get back to you. Yeah, I just wanna get back to you. May take some time, I don't wanna find no one but you in my If it's a test, I'm doing my best